第一时、第二时、第三时。在古时候的印度，把一昼夜分作昼三时、夜三时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，昼夜不懈啊，法是方法，四专求往生净土啊，法中风过失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，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，求往生这桩事情啊。那么这个本子三十是完整的，称之为全集啊。诸位看这个集，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啊。这个法事是中风过失汇集的，你看里面啊，这个内容啊，有赞颂啊，有相赞，有赞佛偈啊，所以他有赞佛，他有诵经，有弥陀经，他有念咒，有往生咒，他有礼拜，他有忏悔，他有回向，修法很圆满啊，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啊。这个法师举行呢，一定要有发起人啊，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啊。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，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啊，这是学院主动发起的啊。那么在一般都是有人提醒，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，斋主是发起人啊，他发起一定啊，他有事啊，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，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